我们想帮润泽过个生日，然后我们去镇上买个蛋糕。我们是要给他一个惊喜。然后他们先去买蛋糕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啊，不能这个样子。可以，你们看到。可以。就是我们两个去镇上买蛋糕，然后让潘潘带着润泽支出去。我们呢？我们去那边藏起来，躲起来。我们及时联系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电话联系。这切的太。错了，对不起大姐，我们错了。去买烧饼给我吃。行，好，对不起。走了。潘潘，潘妈妈帮你过来，我那个手机有点问题，我找你。我们有一个神秘人物要找你。谁啊？潘潘，赵志伟。我们帮润泽过个生日吧。就上次他走的时候，我们答应他的，对吧？你就把润泽带出去买东西，他们所有人都去藏在那边，你就带他两个人在这边等，然后我们到时候时间卡好，我们所有人一起出来。好啊，赶紧进行，你演技最好了。我的演技你们放心了。哎，走。